上戏定在明天下午5点，台下戏也是在这个时间，是个巧合吗？抱歉，将军阁下，明天下午的魏军演出是严景将军的命令。惠子小姐误会了，我的提问不是责备，而是欣赏。我们的功能不同于军队，而优于军队。我们要为军队发动战争，而提供口实，同时又要为战后的繁荣而制造太平。惠子小姐，马上要演出的这台中国京剧将成为上海中日亲善的典范。能得到将军阁下的肯定是属下的荣幸，只是属下不明白魏军演出同曲怀顺见面在时间上的蹊跷。明天在顺风码头，曲怀顺会给我们答案的。嗨，将军阁下，同曲怀顺见面为什么在顺风码头？那是一个很乱的地方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大隐于市，他的哲理就是闹中取静。嗨，沈孝臣那边没有露出任何破绽，张铁桥也已经按照以前的方式传递了消息，通知全组做好准备。丁晨，你明天随我去东方戏院。徐杰，你明天暗中保护和接应张铁桥。是。这封密函是在委座面前备过案的，王侍卫长说您看完之后自然会明白。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。任哥，是行动计划的事儿，任务重新调整，明天二组随我去东方戏院对付森田和惠子，明天一组留在据点。张铁桥一旦得手，徐姐，你一定要盯住他的去向。是。明天下午你必须把那个南造惠子给我办在台上。绝不，我绝不为日本人唱戏。燕秋啊，你这么任性可是要坏大事的。大事？是你讨好日本人当堂主的大事，还是你做汉奸的大事？要唱你唱，我一个戏子，我可背负不起汉奸的骂名。你给我住嘴！你孝臣，你怎么对我这么粗暴？孝臣，我们走吧，我们回乡下老家去，我唱戏也能养活你。走不了，我沈孝臣是鱼，上海滩是水，鱼儿离开水就得渴死干死。孝臣，这不是你的真心话，你告诉我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好，你是在为抗日做了一件大事。明天的戏给我往踏实里演。老郭，明天到了接头地点
我会把东西交给你，完事和妙玉打个招呼。明天孝臣和燕秋离开公馆后，让他把小九接过来。饶炳，5点钟以前到沈公馆和妙玉会合。我这就去安排。老郭。 明天的行动会很危险，若冰会带着妙玉去很远的地方，好好安排你们的事情。翟然。 老蒋本性难移，镇压静穆，误国误民的事情，他还会再看。我同他或许还有刀枪相向的一天，你我又当如何？孝臣，其实能配合你们三兄弟干这大快人心的事情。 我是既高兴又紧张，当然，最重要的是我为你感到自豪。别高兴过头了，啊！最重要的是保密。我们兄弟三人，还有忠心堂口所有的弟兄们，命系一线呐，此一仗。 不成功，便成人。我不许你胡说。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给你生个小戏子吗？明天这场戏唱完，我就封校。从今以后，我全心全意的在家给你生孩子，好吗？我要给你生一大堆花脸、青衣。 把你中信堂变成中信戏班子。小兵，明天接到妙玉和小九后，你们四个人立刻离开上海，一刻也不要耽误，按我的路线去香港。中官。 你去干什么？就不能告诉我吗？信不过我？我怎么可能信不过你呢？我是怕你被我担心。生离死别，我早都看淡了，担心又有什么用？ 我带着老郭，最后也会离开上海。华先生已经安排好了，送我去陕北。两个孩子拜托。 干净了啊！ 得给我听明白了。
仔细地检查这里的每一个角落，不允许有任何的遗漏，明白吗？是。行动吧。你们中许多人同大日本黑龙会本身就是老朋友，我了解你们是很优秀的管理人员。神风货运码头运送的是皇军的战略物资，你们的薪金会很高，干得好还有奖励，但你们的职责是绝对管理好你们手下的华工，保障货运安全畅通。明白。嗯，彪哥，咱们青联帮同黑龙会势同水火，咱们来给他们当监工，江老爷子会乐意吗？你担哪辈子心呢？他老人家顾得过来吗？我们捞点外快怕什么？日本人得势了，雪雪沈孝臣当着点错不了啊。走。沈先生何班主请。燕秋，先生，枪响已。知道。通伟，都安排好了吗？你放心，都安排好了，就等着严谨将军。你们俩赶紧化妆去。你抓紧点啊，小哥。一旦发生意外，我们有足够的人消灭惠子和森田。保护好燕秋。我去帮大哥。他们的人会带你进去，我在外面负责接应。不用了，
我已经让罗宗伟混进去了，他会制造爆炸，掩护我撤出来。罗宗伟，郭麻子，这么多年，你可真沉得住气。走投无路才会毁容，绝境中的人怕接伤疤。我进去之后，秒速回西园，保护燕秋，叮嘱南诏惠子，离开时间长了，他们会怀疑的。我还有个决定要告诉你，我走之前会把少贞的骨灰带上，让他永远陪着我。回据点，和第一小组会合，派人在教堂设伏。设伏教堂，杀了张铁桥。仁哥，不是说好任务结束以后，你们三兄弟重归于好吗？张铁桥将府延安引起强烈反响，共方高度评价张铁桥抗日有功，杀人无辜。张铁桥的身份特殊，他要是投了共，校长会要了我的命。码头的爆炸声就是张铁桥动手的信号，我相信他能冲出来去教堂接齐若冰和他的孩子。真是羡慕何班主的生活呀，家庭、戏迷，哦，还有宝宝，你现在什么都有了。我看你演青蛇这个角色倒是挺合适的，没人疼你，没人爱你，所以到处惹是生非。哦，原来何班主是这么理解小青这个角色的。你来演这个角色，这个角色就只能是这个趣味了。何班主，看见你可爱的儿子，倒让我想起一位故人。你想说什么？想起一位叫张铁桥的故人，何班主应该不陌生吧？你太放肆了！别不识抬举，沈孝臣让你陪我为皇军唱戏，是在教你如何做个顺民。南诏惠子，你别太猖狂了。沈孝臣这个顺民，以后会让你后悔一辈子的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你要再这么放肆下去，我们这出戏就没法演了。何艳秋，把你想说的话告诉我，沈孝臣到底要干什么？达利卡。
信を探し出せ。男はもう劇場出ました。森田を呼んでくれ。はい。我警告你，老老实实把这场戏唱完，我回头找你算账。你不唱，这出戏怎么唱下去？换你的人。你不能走。别逼我杀你。出了什么事了？沈孝纯骗了我。快去追捕马东，你不能走。来的人可是曲长官，奉立元将军之命，在下已经恭候多时了。这里是绝密文件，安装了自然装置。曲长官，随我来。Thank you.
什么呢？将军，郭麻子，你在这干什么？行个方便。你可是张铁桥的人呐！你敢出卖同胞！瞎子！来人！你们的，给我点，给我点！太君，他是张铁桥的同党，他是抗日分子。将军阁下，徐长官，谈判可以开始了。很好。坂本先生，徐长官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说过，我不和傀儡谈判。哦，徐长官，请容我向你解释，其实这个坂本先生和立原将军啊，他们同为一人。久仰。南京的城防图我带来了，不过价钱会很高。很好，我们一切都可以商量。还没了，太君，抗日分子。
们有天大的事，他不会离开国研究。说，去哪儿？去教堂了。你，报告军座，时间到了。
站住！什么人？奉严局长命令，做起飞前检查。证件。社最新消息，严任将军于本月17日飞抵南京途中，不幸坠机身亡，享年48岁。兄弟，我的爱人，无法回头。